条命不要了，我也不让你好活。老公，别哭，什么都答应你。哎呦！我就想找一个二婚的，如果你是呢？你有病吧？你变态！换下一个。我就是想找一个二婚。他说的。你才二手嘞！别走！不要脸！我是专门为离婚男女服务的，我就是因此而生的。只要您曾经结过婚，目前是单身的人，我们都管结婚对象。车的、房子、票子，什么都有。我喜欢你。一次错误的选择，并不代表着那一辈子被剥夺了再选择的权利吧？你刚才说的话，你自己相信吗？没想到你这么怂！明明是你的错，现在变成我的不是了。离定！别再纠缠王鑫。我结过婚，又离了。我要财没财，要色没色，连我老婆都不爱我，你凭什么爱我？王一萌，我们两个不可能在一起的，说不好听的。我就是那厨房里的那隔夜的剩饭，哎，就是那个菜市场里的被人挑剩下的那些猪青菜。我不是被扔进了垃圾桶了，就是被扔进了泔水桶里面。但凡有一点追求的人，也不应该理我这样的人。你非得要一直二手货、二手货的这样贬低你自己吗？对呀，我就是二手货啊，我就是配不上你这个没有前科、一张白纸的一手货。你干什么呀？不把自己弄成一个二手货，还配你啊？虽然我空有想要保护你的心和肉体。但是我没有安全系统，我没有安全系统，所以你在遇到危险的时候，肯定会受到伤害。你选择欧阳这辆豪华轿车，是对的。你今天要是走了，你这辈子再也找不到我了。就算你是一台上不了道的破轮椅，我也跟你在一起一辈子。他是因为我男。哎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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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千万不要说那三个字，老爸听了过敏哎。我爱上他。一、二、三，来捂起来！你看这样有多危险，你知道吗？别总是被动着等着别人主动。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有自尊心。我已经不再是那个被你一吓唬就痛哭流涕的李子敬了。为什么你现在喜欢的是那个丁武而不是我？这到底是为什么？就算你跟未来所有男朋友都分了，我们两个也不会分。我老王以后的后半生幸福的时光就全拜托你了。